呀眨，来个啾啾晃呀晃，哈哈大笑月亮爬，晃晃衣裳很可爱吧，扭扭身体晃呀晃，迈开脚步擦呀擦，到处都是游乐场，别打了。是化仙之作，真是漂亮。我也来画一幅吧。好，就来临摹竹子。只差一点点。快接近了，再画张试试。校长好，请问有看到我的棒球吗？找到了耶。奇怪，这球怎么变成黑的？是因为它沾到我的墨汁了。校长，原来你在画画，可是为什么要画在脸上呢？校长，这是你画的吗？不，好漂亮啊！好漂亮，想不到随便一戳就画出这么漂亮的竹子来。哦，我当校长真是太浪费了。我是说，除了当校长，我还可以当艺术家呢。哇，画得好棒哦！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布校长，这幅山水画仿佛带领着观赏者进入世外桃源般的仙境，令人心旷神怡，实在是太神奇了。校长，您这幅画很有意境呢。不，这不是我画的。那您可以教我画画吗？我教我。学生的要求我向来是不会拒绝的。太好了，只是呢，我实在太忙了，等我有空再说吧。去。艺术家最需要的就是心灵的平静，灵感才会泉涌而出。校长，你有空了吗？我马上来啊。电话不是在这里吗？校长怎么拿着砚台讲电话？看来校长是真的忙晕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校长，你有空了吗？又是你们两个，没空。校长真是忙碌啊。躲在这里总该不会疼。顾校长，你有空了吗？没空，我没空。看来校长是真的很忙耶。真是阴魂不散的两个小鬼呀。顾校长。叶老师，原来是你啊。不好意思，
不知道您现在有空吗？哎，有空啊，怎么了？太好了，这两位学生一直担心您没有空呢。校长您好。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啊？怎么了吗，布校长？没事没事。先拿这本画册临摹100张竹子，再来教我指导。记住了，100张竹子。艺术家最需要的就是心灵的平静，灵感才会泉涌而出。校长，您上次说的作业我画完了，请帮我看看好吗？先放着吧，我有空再看。打扰了，我是画仙。画仙。请问你是义卖会上买了我作品的布校长吗？是啊是啊，这幅作品就差画仙您的签名呢。我真是为了此事前来。那太好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画仙的境界吗？真是太令人感动了。原来布校长也是水墨画的爱好者啊，画了这么多竹子啊。这些是学生们随便乱画的，拿走拿走。布校长提携后进真是令人感佩呢。等我有空再看了。说来惭愧，我一直很想收个关门弟子呢。关门弟子？但是一直无法如愿呢。画仙想收关门弟子？是的。我的枪。如果能得到画仙的真传，我就不用再当校长，整天跟学生们混在一起了。可以每天游山玩水，画花画鸟，当个真正的艺术家了。大师，大师。画仙，下个礼拜学校要办师生联展，搞不好您就可以挑到中意的弟子哦。师生联展，这个有意思。校长，下个礼拜是运动会耶。运动会取消了，下礼拜换成师生联展。什么？各位同学，明天的水墨联展，画仙要来学校观摩，大家都必须交出一幅水墨画，听到没有？办什么师生联展？运动会多好玩啊！是这样吗？看样子，这些小鬼显然都不是我的敌手，关门弟子一定非我莫属。哇，大家都好认真哦！是啊是啊，野小妹，你整堂课跳来跳去的，我看你明天拿什么出去展？哇，白白的云朵好亮哦！软绵绵的真好玩，好凉哦！好幸福啊！凉凉的，好凉啊！迟到了！糟了糟了！嗨，大家！我画的超棒的！你看，画仙您觉得如何呢？创意十足，但是呢，就是少了点灵气呢。小朋友嘛，就是喜欢天马行空，管也管不住。要不然画仙您再看看这一幅吧。
这一幅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哦，化身很喜欢我的画，看来关门弟子非我莫属了。不过呢，不过什么啊，化身？似乎少了点什么呢？嗯，知道了。你在做什么？哎呦，学生乱画的作品不成气候。住手！灵气啊，就是这种灵气啊。灵气？画画，请。什么什么？转转转转转转！哇，好激动啊！小妹妹，这是你的作品吗？作品？啊，对呀！你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呢！奇才？这。画仙瓜，你很有艺术天分呢。我来，小妹妹，你愿意做我的关门弟子吗？啊，关门弟子！不瞒画仙，我最讨厌画画了。不过，如果你想玩球的话，倒是可以找我玩呢。看来我这一辈子是没机会收关门弟子了。没机会。再会了。华仙，请你等一等啊！华仙，校长，你还好吧？怎么忽冷忽热的？我一点都不好，当画家成名的机会就这么没了。我要当画家。